20年前，我们致力于搜集天下绝学，五子分驰琉璃甲，武库必须集齐才能打开。武林至尊，舍其谁？10年了，我记得每张死在我手下的脸。此书恳请王爷赐下最后一根钉。即日起，我要你们倾巢而出，为本座夺回琉璃甲。世人皆负我，举世皆可杀。一个天窗之主，一个恶鬼头子，越来越有趣了。我长大的地方，不是我杀人，便是人杀我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傻小子，继续走你的流言九宫，不要被他们抓住了。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？要做菩萨你去做，我宁可做万恶之首，永沦地狱。竟敢在本王面前卖弄，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手笔。您安排的一切都准备好了？群鬼出世祸害人间，我叶白衣定会将鬼谷铲平。若玉碎，我已经做了四季山庄的罪人，没办法再做天下的罪人。在下受人之托来送你一程。你才是那头恶鬼。灭门之仇不共戴天。老温，别让仇恨蒙蔽你的双眼。 Friday